此处看似寻常，实则凶险万分。若非三位盖世霸主带路，地仙修士来了，恐怕也难以脱身。我们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奇怪，以我的战神金瞳来看，这里除了黄沙，似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。以此地为中心，方圆99999章的黄沙，其实都是一个上古大阵，以相应的法印催动才能打开。 结阵！啊，师祖是九天至尊的手笔吗？过去万年七息，已经如此强大。若是全盛时期，岂不得飞升八荒？七南，准备进入门内了，切记一定要全力稳住心神。是，前辈。 不可能抗拒，此子能与地神境界，扛住九天至尊的威压，实属天纵奇才。三位仙王前辈，我体内的异宝有反应了，看来影响这个至尊洞府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嗯，看来你非常不想欠我们人情啊。有效果就好。秦南小友，接下来你跟着我们走，切记。 不要走错任何一步。是，前辈。好强的煞气，足以让我陨落在此。跟紧了。这十朵金色云朵，具备极其磅礴的精纯力量，毫不逊色于当初获得逆迹传承时的那个祭坛。啊，虽然之前走过，但仍是心有余悸啊。 秦南小友，这就是我们三人联手在这个洞府内能探索的最远的地方了。其他的宝物都已经被我们拿走了，但那十朵金云乃是堪比宝地的存在，对修行十分有益。你可在金云里修行？多谢前辈。你早点提升修为，打开至尊洞府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谢意。前辈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。 此符乃是我请万童仙王炼制的，我们将之炼化吧。待会若是洞府因奇难产生了什么异变，我们便能第一时间察觉。好，可以开始冲刺天神之境了。异变出现了，刀仙之术，只要将其炼化。 便能领悟无上刀意。先别激动，这颗刀仙之术的出现，说不定只是偶然。我们再观察一下。当真发生了异变？只有洞府外部产生异变，看来奇楠体内的异宝受到了压制。要想让洞府深处发生异变，必须带他深入洞府。就算以我们三人的保护，以他现在的修为进入洞府深处。 也根本扛不住实质化的至尊威压，至少要等他的修为晋升到天神巅峰，甚至人仙了。哎，反正已经等了那么久，也不在乎这一年半载了。既然还要等很久，我就先走了。不过离开之前，不妨送给秦南小友一件小礼物。我也正有此意。哼，你们都送了，我若不送，岂不是显得我格外抠门？ 天神五重，距离人仙之境更近一步。这是，秦南小友，这三块令牌分别蕴藏着我们三成的意志，可以助你化解危机，有事可以给我们传音。仙谷打开时，你自行参加即可。等到结束，我们再接你回来。但是切记，绝不能在洞府内随意乱走。危险至极，那个地方。 竟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无主穹陀，可以召唤无主穹陀的东西必定非凡。但是浮生前辈已经告诫过我，不能随意乱走。哼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形势如此畏缩，还有什么继续修炼的必要？抱歉了，前辈，我自己倒要走。好强！
成了哑火干，道经，道境大成之人方能凝聚道经。然而，竟然有这么多道境大成的修士陨落在此，这里是法外残地。是谁？难道是这块石头发出来的声音？是你召唤我过来的吗？仍没有看错，你身上有诛仙的气息，还未再见面呢。等等，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呢？罢了，先去试试炼化道经吧。蒙面举拳，想办法骷髅，失去了万年，还能轻易避开我这一拳，这就是生前极有可能掌握的5到4级。乱世道矣。 笑月光暗，今夕烟刀风寒，岂容水木无澜？此城楼，临清山，韶华梦下彼岸，生死别去三圈，总有千古恨，不放一笑欢。 先要苦尽心志，牢记筋骨，现在够了吧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1年前，朱叶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！好饿啊！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 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！不可能，你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